还是联防啊，同样的战术，好球哦，哇，隔扣，阿联，这个我这个场面我觉得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，好久不见，这个、跟腱断裂以后回来看到第一次这个隔扣啊，隔着扣啊，对对对，我相信这个就喜欢这个连哥的球迷，包括咱们这个红眼队的球迷啊，嗯、真的是久违了。刚才扣完还有一死亡凝视，那对，这个我们说叫虾仁诛心。再看，这是红鹰宣传的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确实是有霸气，厉害。